开饭。红烧肉，酸辣生姜。今天不吃辣椒开胃，吃生姜开胃。有个蚊子，
河北方土豆泥泥面，黏黏糊糊的。如果姐妹们喜欢吃这种黏黏糊糊的，这个是一定没有问题。我吃这个是青豆的，还有这个孜然的，还有火鸡的，推荐就是青豆和火鸡。然后本来它就是比较便宜的，19.9发六桶，现在快手官方再减2块，17.9，到手六桶，只有快手平台有，黏黏糊糊。好香。在走之前我就吃过何文芳他们家的土豆泥里面，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有上。他现在跟着这个新口味还要更好吃。真的像土豆泥泥。超绝。好吃。喜欢吃这种黏黏糊糊的面条的姐妹们一定要去试一试，不喜欢吃黏糊糊的面条姐妹们就不要试了。它就是这个就像那个土豆蒸塌了，然后那个泥泥弄的那个泥泥那种。拜拜。